懂。我有私心，每个人谁没有私心？就算他想让我脱脱衣舞，他也该知道我心里只会有你。有人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又回去了？对啊，发币卖了，好吵啊他。小姐，我请你跳个舞吗？好的，先生。先生做什么工作的？做你想不到的工作。我想不到的工作？对。不会是做？你喜欢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喜欢做都可以，只要有事。先生你在干嘛？先生，这脚哥不是要求的吗？不是要我们就是这样来一下啊？小姐腰可还有那种这什么鬼？是的，还有这个啊，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